个关飞又嚟翻左下角细窗嗰只希斯只倍增胜数咧，都飞格噶。风筝五号仔，赢过一次嗰只嘛，跑三次赢一次，0.33上命，0.33取胜，冇第二冇第三啊，五号仔。蓄势能量，我个程式已经胜出啦，第二场已经胜出，总投注四注，得翻5.4注，咁即系有，我唔识计啊，条40赢50几，已经连续3次胜出啦，呢个 program 啊，近4次有3次胜出，有1次输少少。系唔使睇马经嘅话，呢叫买程式，买 program 啊，即系你揾到一个可以胜出嘅攻略，咁样你就揾个助手去同你买，胜出就唔好再买，冇蹉跎岁月啊！一号有心有型，潘顿第一场好似放弃咗竞逐咁，只马都唔错其实，呢只马有飞喎，一号仔。有心有型，第三档靓档添啊！初跑止程，上次第七，前次第一，近绩优于赛绩，即系本路程赛绩。一号，三号仔金鼓雷鸣。10倍，五档周俊乐，周俊乐即系话即系买 win 出嚟啊，好似可以对住只倪多福咁啊，话擒你就擒你咁啊，即系上次第九，前次第一，一马金鼓雷鸣咧跑过6次有0.5嘅上命率，0.12、0.16嘅取胜。唔錯啦，二號、三號差唔多一樣啊。極速奔馳嗰只叫做，如果你好忙碌啊，你唔想睇馬經啊，你要揾一啲程式啊，即係去揾啲程式。二號仔。杨帆顺风六号仔冇咗个标签啫，咁快系闪咗佢。黎海荣骑10档跑过6次最叻第四，六号仔最叻第四，上次第10，前次第5，中游之下呢就埋喺呢一群马之中，劲滑。啲乜画乜画嗰啲，即系好老资格嘅马主嚟嘅呢啲，7号仔，劲滑莫雷拉跑过两次落地，但系场场都唔系输好多嘅啫。上次六前次六，倍增胜数，8号仔何铭年咧盲满骑师啊，入于真系佢突然间得咁样，好派彩咁样啊，跑个3次，未上个名嘅，上次第8，前次11，中游之下啦，呢啲名喺呢个呢一群马之中，啲对手好过佢嘅都好有好几只。9号多多欢笑 Amigo Jiggle。即系个朋友喺度嘻嘻咁样笑啊！即系 Jiggle 唔系欢笑啊 ，Jiggle 系即系取笑你咁啊！倍增胜数9号仔，陈嘉熙2档跑过2次，2次都落地，上次第6，前次第6，好似只劲滑咁啊！即系9号同7号差唔多啊，即系个近绩。好亂啊！而家啲
一阵系十号，一阵系七号咁样。庆万家，千几蚊 win。庆万家就何良马房希伟森跑十四，希伟森第一场嗰啲咩只醒旺财啊，真系跑得或者略差人意，真系十号。是流放嗰方面啦，速度嗰方面 ，pacing 嗰方面。上次第十，前次第十。遨游之星又系二十几倍 win， 霸道跑过十次有0.2嘅上名，0.1取胜，系只咁嘅赔率啦吓。佢赢过，确实系赢过啦。但系近绩就唔多好啦。上次第九，前次第十。我巴度做咩咧？巴度越啲马越骑越下风咁样啊！十二号红砖勇士，加利呢就加利第一场赢咗啦，好似有斗志喎呢。呢位騎師啊，七檔跑過11次有0.27嘅上名，0.09嘅取勝，都係取勝率就唔夠只遨游之星啊，唔夠巴度啦，但係上名率就同嗰個巴度差唔多噶啦。13號仔愛馬劍，我買佢又唔得嘅呢只馬，幾好嘅只馬，15次有0.13嘅上名率，即係最叻入個 Q， 未 win 過。潘明辉跑过六档，系咪话俾你知佢得噶？咁你都唔敢落注啦，呢啲马都唔敢卖好多啦。13爱马剑冷门嚟嘅，今日43倍啊！14号仔蔡明少，蔡明少近绩好啊，个人嘅近绩好啊。只马跑过五次都落第嘅，上次第四，前次第十，101蚊，即系以一只咁嘅赛绩嘅马咧，101蚊都叫几好飞嘅，真系几即系几好票，近绩好啊嘛只马，上次第四，前次第十咁样啊，即系有啲进步嘅迹象，上次第四，前次第十，影晒咯。第三場咧就好幾隻馬贏過啦，有成五隻馬贏過招牌啦嚇。五號取勝率最高嘅五號仔呢只馬叫做睇車睇翻個報紙先，叫風箏，即係跑過三次有一次勝出啊嘛，咁得0.33喺呢度嚟講都叫好嘅。532咁啊，取勝率就上名咧就235，好似呢幾隻馬聚咗招啊，好似二號仔。近绩就2143比较好啲。2143129咁样排落去啦吓，即系二号好似几好啊，二号就热门2.9。今日啲夹板大热都未胜出，连续有位。我买二号一号。二号一号，今日啲细粒板马好似几好啊！二号一号主持格要1274，七号系咩？七号系叫劲滑，劲滑系跑两次落地，但系连续两次跑第六，唔系输好远，骑师好，档位好，千四米，跟得喺前面跑嗰啲都好啊！即系呢千四米啊，即系唔系话劲放嗰只啊，即系有能力啊嗰啲前速。是有着数啲嘅，二胆拖13474，主持系咁拣，二胆，我拣二号一号，诶佢又要二号，上一场阿 Jenny 赢咗我 ，Jenny 拣二号三号啊嘛，我拣三号二号啊嘛，
个二号烟咗，三号跑第三啊。极速奔驰二号仔叫做田泰安跑，姚本辉呢只马跑过八次，0.625上名，系即系确实系高嘅上名率。到二号。一号呢就是初跑此程，但潘顿啦，潘顿要睇佢有冇信心，佢有信心就骑得好啲嘅，信心啊，即系不言而喻啦，系咪？咩叫信心啦？即系而家有二号、七号、十四号，有格仔，二号仔我有拣啦，我拣二号、一号。极速奔驰，红灯亮起，二号、七号、十四号，如果睇格仔嘅话，暂时第一、第二场都冇六格嘅都。七号仔入，七号仔只嘅 salutation 嗰啲系咪惊惑？二七十四，睇下得唔得啦嚇！我唔跟風噶我，但我觀察喺度統計緊佢嘅取勝率啊。奔馳，跟住輪到風箏，剩翻一對馬，多多歡笑同埋揚帆順風嘅。好啦，時間亦都差唔多，入剩呢三隻馬，臨尾競劃再壓多一陣嚟到11倍，時間夠啦，交俾集前。入了半個身位的了已經。好了，極速奔馳還有揚帆順風和多多歡笑就未入閘。好了，揚帆順風，多多歡笑，有隻馬走了，四啊，超越名區。哇，有四號仔走甩了，超越名區何澤耀初跑此程近绩几好啊！啊，呢只马几叻啊！呢、這个啊，呢、這个仪仗马几叻啊！个牛仔咁立唔到，立唔到、啊，退出啦！只马要跑晒力咯，又唔系热门。几好一只马吓，哦，跑翻嚟终点，几好啊！可能佢一生人最开心就系呢一分几廿秒啊，唔使俾人哋牵住走，自己要同自己跑啊！又再入个闸，褪翻出嚟点解？哦，等呢啲买咗嘅人佢真系换马啫啊！投注第二番咁样啊，跟二号仔变咗三倍，单位数字嘅咧得一号、二号、七号、十四号，一号、二号、七号、十四号系多人买嘅呢几番。二拖一三七十二十四，跟住轮到红砖勇士。买四咪买三啦，金鼓雷鸣啦，买起码赢过先啦，系咪啊？最后入闸多多欢笑嘅，啊，头先极速奔驰入闸有啲扭计，今次第二次入闸咧，佢又系咁，29蚊，好，我哋等埋佢啊。其他嗰兩隻又唔入住喎，搞緊極速奔馳，好，亦都冇大問題，交俾集前。揚帆順風同埋多多歡笑係爭呢兩匹馬。好啦，等埋多多歡笑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三場賽事四班千四大熱係二啊，準備。
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前面块遨游之星应声弹出啦，中档有爱马剑啦，红衫外边咧仲有呢只红砖勇士啦，埋边位置啦，多多欢笑来难劲滑啊，红帽嘅，喺外边黑衫走咗上去嘅马咧，仲有呢只金箍雷鸣啦，粉红衫带翻出嚟啊，极速奔驰啊，黄衫大家跟住个第六位到啦，咁啊仲见到马匹有心有型啦，出边红砖勇士啊缩翻落去啦，后啲嘅马啦，先见到来难大约尾六到啦，杨帆顺风啦，标之智慧尾五啦，出边爱马剑啊，咁啊外边位置仲有风筝啊，殿后两匹马。六三是那隻慶萬家，灰馬是倍增勝數來的。轉這個八百米灣，前面極速奔馳貼欄放，外面就遨游之星又游上去。第三位的馬還有這隻金鼓雷鳴，內欄第四是勁滑，出面紅磚勇士就上了一些，再見到大約第六位橙衫那匹是多多歡笑，出面黃衫白鼻梁黑帽還有有心有型，最出那邊還有的有愛馬劍和這隻就是風箏的馬。好了，最後直路前面遨游之星走中間佔尖的，見到埋边极速奔驰追佢，咁啊两只马后边咧仲有劲滑等紧位，外边追嘅马仲有红砖勇士啦，最出嗰边仲有爱马剑啊，马林后边系多多欢笑啊，最后一百米到啦，遨游之星仲系压住埋边嘅极速奔驰嚟跑啊，外边位置爱马剑上紧嚟，中间咧仲有啲劲滑啊，接近中间遨游之星大大只，仲有啊细细只外边爱马剑上紧嚟，两匹马相当接近啊，第三名十一十三七，七号又落飞啊，十一十三。买唔到啊！呢场我遨游之星巴道系咪？巴道赢翻场啊！真系啊！十一十三，遨游之星上次第九，前次第十，咁啊下中游以下呢啲咁嘅赛绩啊，所以有啲赔率十一。十三，哦，只田泰安二号仔跑第四，我要呢只咁啊，系咪？一号都冇影添啊，真系。佢一即系一带头咧就腾鸡嘅，啲好多啲骑师系唔输得噶，你睇睇佢嘅样啊，呢好咪田泰安喺呢只啊？田泰安啊，呢只啊，二号仔啊，我箭嘴喺呢度啊，咁啊带咗出嚟，睇佢就唔想佢跑咁快，聚翻佢啊。其实去到呢度，你都骑咗上虎背啊，你咪由佢去咯，系咪？你而家扯住佢，连位置都冇噶，都系冇噶。如果肯早啲唔得。嗱，而家佢仲喺度約束住只馬噶，佢諗住係轉正直路四百咁同你鬥一段咁，咁佢唔轉個 program 啊，佢就係咁啦。咁而家開始騎啦，係咪？咁你都唔夠阿巴杜鬥啊，唔夠巴杜只巴杜只遨遊嗰只馬。嗱呢只啊，喺兩隻馬係咁鬥啊，鬥咗成條直路啊。我都以為佢有個位置收下噶啦，呢只田泰安啊，點知巴杜只馬咁矮銀噶真係啊！咁啊，十三號衝上嚟穿條 Q， 勁滑啊，有飛落嘅啲勁滑。十一十三，我一毫子都冇得收啊！呢場九百幾蚊 Q 喎，真係哇！二千九百幾蚊 Q， 十一十三。七二，我买二号噶嘛，我买二号一号噶嘛，我又唔中啊 ，Jenny 又唔中啦。